大家好，我们是松山路一百号。好大的回音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哇，就是大场面来着的意思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就对了。好开心看到这么大的场地，然后又这么多的人。对，这应该我们可以担任暖场的嘉宾，非常厉害。对，也是我们。今年是民国一百年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活动叫做什么？你猜猜看，你猜猜看。叫做听见一百梦想未来。听见未来梦想一百啊。梦想未来，听见一百啦！听见一百，梦想未来。好，不管，反正我们今天还是很开心，可以来到高雄市运主场馆为大家表演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要感谢所有在台湾为我们默默付出的人，他的每一分精力、每一分热血，都鼓励所有台湾人要继续做好事。这首歌《大人物》献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。每天开257公车在大家满街跑，说到他的故事，妈妈们都津津乐道。人夫 VIP 的座位让宝宝生得好，生命的重要会早前他知道。还有个消防队员好像都不用睡觉，一听到有警报他一边睡就往前跑。火车上就婴儿让他上了新闻报道，署名不重要，李明煌微微笑。他们是路人甲乙丙丁，马西克阿耶阿贝阿吉姆，默默无名没有关系，有人开心就很开心。谢谢你伟大的付出，从没有说出我只是爱装酷，让我用微笑的音符轻轻说出黑英雄人物，你不孤独，你不孤独。34年来他天天天亮就到学校，同学们都知道他是大家的安全岛。看他吹吹哨手，一招来车统统停好，马路别乱跑，张三郎要喝到。还有个毛博士夫人最爱猫咪撒娇，拍拍照门后通宵，城又变得好热闹。无数的流浪小天使，他一手拥抱，时间都花掉，钱佩林不计较。他们是路人甲乙丙丁，马西克阿耶阿贝阿吉，默默无名没有关系，有人开心就很开心。谢谢你伟大的付出，从没有说出我只是爱装酷，让我用微笑的音符轻轻说出黑英雄人物。我要加入找一条每天会经过的心的招呼，嘴角扬起的角度，献给最简单的礼物。谢谢你伟大的付出，从没有说出我只是爱装酷，微笑的音符轻轻说出黑英雄人物。伟大的付出，从没有说出我只是爱装酷，让我用微笑的音符轻轻说。
做出黑英雄人物，我要加入。谢谢。谢谢